的情侣暧昧牵着手，你也牵过手，是左手牵右手。你能打开相机会是谁的那样，回忆是他们的样，什么是的爱哟，假装真情不可把问题都抱平那样，不多聊了那样，去吃饭了啦哟。明明心里很喜欢却保持着距离，后怕被伤害就伪装出高冷的表情，以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，直到有天看见他和别人在一起，一盏一盏街灯烘焙了夜，只有手中烟在寂寞渲染，收藏家的照片看了又删，去年夏天后就再也没聊过天。你的多大部分是漫无目的的走，天真的想念一个人心痛也不说，这次看外边的情侣暧昧牵着手，你也牵过手，是左手牵右手。你能打开相机会是谁。